这次还是一个人出行，自由，习惯了。独来独往并不意味着勇敢，恰恰相反，是胆小。 不敢接受别人走近自己，给出信任，很有可能也意味着背叛，那还不如独善其身。你还是不信任刘涛，我曾经给过他信任，全部的。你说过，他已经变了。 反抗了从前不敢反抗的你，也许这一次是一次不坚定的摇摆呢。许多树要把旁边的旁枝砍了才会更直，有些人得让它疼了才会更坚定。 剪掉枝条的时候，我似乎也会感到疼。你呢？会吗？你觉得呢？这次休假打算去哪儿啊？ 班长，班长，恭喜你啊！奥数竞赛获得了第一名。你记错了。
我连决赛都没入。啊？哎呀，这个叶茜茜又弄错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恭喜你嘛。那我给你买了巧克力。我不喜欢吃巧克力。哎，可是我看你经常吃啊。那不是我喜欢。你干嘛？张蓓蕾，我劝你还是把精力放在学习上。我哪里不如他？明天早上拿回队里，让技术组给破。小江，之前我们问询张蓓蕾的时候，他说，其实你和韩晓婷早就分手了，有这事儿吗？为什么？哎。太着急了，他还没准备好。什么意思？你是他前男友，干嘛说你是现男友？因为我一直不觉得我们分手。是你不想分手，他来个快刀斩乱麻。你可以这么理解。你恨他吗？你说呢？你谁约的谁？我们昨天是约好要见面的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犯罪嫌疑人啊，大半夜都挺累的，控制一下情绪。小乔，我相信，但有些事情你得跟我说实话。张蓓蕾是不是一直惦记你？从十年前惦记到现在。张蓓蕾之前确实找过我，但是惦记不可能。蕾蕾。爸爸有个不情之请，你能不能回来帮我到集团做事？你宝贝儿子呢？别提了，我真后悔把他送出国。现在喜欢上了西方自由主义那一套，怎么叫都不肯回来。那不是没接班人了？赶紧再生一个呀，还来得及，生个儿子。我知道你还在生爸爸的气，当年是我不对，爸爸向你道歉。我知道你现在事业做得不错，我也替你开心，这也算是虎父无犬女吧。当初你不是说让我别喊你爸了吗？怎么着，今儿又哪出啊？父女情深啊？当年就算爸爸做的再不对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女儿。回来做我的副总，我给你开辟一个广大的战场，让你开辟出自己的新天地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谢谢你的好意。我当我自己的小老板挺好的，我不需要给别人打工。
还记得当年爸爸是怎么起家的吗？船厂。从刚开始给人打工，到有了自己的船厂，再一步步进入其他的行业，一直走到今天。创业初期经历的那些苦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我不想自己的女儿也吃当年那么多的苦。这么多年生意做的也不算小了，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小船厂我一直不舍得卖吗？你小的时候最喜欢我抱着你到那个船上，爬得再高你都不害怕，你还说你将来要当船长，要爸爸给你造一艘船。那个船长还在，有时间去看看吧。小时候的事儿啊，我早就不记得了，去年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。还有很多当年你妈妈留下的东西。回啊！哎，你甭管了，我自己打车回。你走吧，啊，回去了，啊。嗨，找我有事儿？我来选修夏老师的课啊。已经下课了。老师不答疑的吗？跟课程有关的可以答。你跟韩小天也这么说话吗？我找你永远都不见我，你再这样下去啊，我天天来上你的课。不好意思，我后面还有课。侵犯者心理，要不我给你上上，肖老师，你这一节课也不够啊。是不够，对于被侵犯者，别人分析的再多也不够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如果你找我有事就直接说事儿，没必要话里话外都带上别人。别人是谁啊？韩小婷吗？你怎么时时刻刻都想着他？你怎么不想想你俩为什么会分手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不会分手。什么叫不会分手？我跟他的确不算朋友，但也算旧相识了。通过这次旅游公司的合作，我发现他懂得 money，他懂得潜规则一点不比我少。韩小婷根本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。
一听你分手，他就过来找你，还说不惦记。他话里有话，别说那些没用的。张贝勒有没有说，韩小婷跟他之间到底有什么猫腻？小婷她不是这样的人，但不过最近确实是跟张贝雷走得很近。这样，你去找张贝雷。哎呀，那我就等着这个月分红喽。那是一定的。本来呢是想多给您分点的，这不这个月大单飞了吗？下回啊。哎呀，少点就少点嘛，我们的情谊是无价的嘛。是是是，赶明儿回来吧。哎，子衿来了。你好。你好。那我先告辞。哎，好，不送我啊。慢走。哎，告辞。来干嘛呀？一个月没开张了，关系不得养着吗？你看，这群混蛋跟人家游客打架，5000，从他们工资里扣啊！那我电话呢？脑袋钥匙啊？我爸船长办公室的，这么多年，我还以为他卖了呢。你爸找你来了？那太好了，随便接手你爸的工作，我们就比现在轻松的多了。他早干嘛去了呢？现在来找我，我才不要呢。你赶紧去把这处理了呀。走走走。打呀！不要！
梅姐，咱们得赶紧找找附近有什么能用的电脑，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。那咱来的路上就有网吧，就在附近。楚凡，你继续给他打。你打人了没有？打了。你怎么学会打人了啊？我就是打了。我知道，潇潇在学校一直都是个好学生，但是这一次，是我们保卫科的员工亲眼看见的。好在那几个女生都愿意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所以我们也就没惊动他们的家长。您应该能够理解吧？理解，谢谢。那您还坚持让他转学吗？潇潇在学校可是受到老师们器重的呀。转。是你自己来还是我来？哎，有个高逼机也行，高清控。喂，张贝磊发朋友圈了，他在 KTV。发个地址过来。小婷，小婷。
睡着了呢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你说。你能不能换个人跟我们对接呀？如果他有做的不妥的地方，你可以直接和他探讨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赵总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们请教一下。你给我发的信息，我怎么看不懂啊？有什么看不懂的？没钱啊。哎，令尊大人不是有钱吗？我们早就不联系了，一直都没有来往。哥俩的衣食父母，我们哥俩是不是得尽尽孝啊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没钱，你爱跟踪我去哪就去哪，嗯。我告诉你啊，有钱也得给，没钱还得给，鱼死了可网不会破呀。我给你一周的时间。这里面的东西啊，我已经拷贝了很多份，放在了不同的地方。找我来，有事吗？嗯，这个还不错嘛。我直接说了吧，我觉得吧，你能力有限，不太适合我们渔村这个项目，所以我希望换一个对接人。我得服从公司安排，要换人，你得跟公司去说。嗯，我跟韩小军说过了，他可能是怕你面子上过不去吧，让我直接跟你说。说实话，退出这个项目，你好我也好。你要是不离开的话呢？大家都不好看。
爸，回来了。今天课上怎么样？听的都好吧？都挺好的。英语课、数学课、化学课都上的挺好的。你根本就没去上课！顾老师给我打电话了，你已经旷课一个星期了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呀！你天天早上出去，晚上回来，我竟然没发现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呀？你跟谁学的？是我做什么坏榜样了吗？啊！你说话！你妈临走的时候，让我可把你看好了呀。她是真不放心，一个男人带个小丫头。我说你放心，我就是拼了命，也不会让咱女儿出一丁点事儿的，将来长大了像你一样漂亮、可爱、懂事，人见人夸。可我没做到，我连自己的闺女天天去哪儿我都不知道，我算个什么爸爸呀！刘涛徇私舞弊，吃回扣，收受贿赂3万元，简直是社会的耻辱。这微信红包转账，嚯，这么多！刘涛欺上瞒下接私活，诋毁新世界名义。刘涛徇私舞弊，吃回扣，收受贿赂3万元。够了，不用说了。哎，看还有没有？刘涛，你最近得罪谁了？这上面不是真的吧？你小心一点。肯定不会，我这么相信你。看什么呀？这钱都别人拿了。走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跑步得看路啊。不好意思，您是住前面的小区吗？能不能跟我一块走啊？什么情况？后面好像有人跟踪我。你没犯什么事吧？我就是有点害怕，能不能跟您一起走啊？那你保持点距离，我可是有家室的人。开间还是找人？开包间。那开包间吧。我们这五点就打烊了。五点？对。那还开啥包间？找的人直接带回去呗。那不打草惊蛇吗？干嘛？要叫人还是要报警啊？不用了，我们就是警察，配合一下调查，好吗？好。那个，我带你们进去吧。我们歇会儿，我在这儿盯着。啊，行，我去歇会儿。哎，对了，给潇潇发信息，让他赶紧过来，让他直接来找咱们，别惊动对面。好好好，好。是女孩吗？啊！我让你变成女孩，上！你给我坐车，我给你变脸，你坐个车。我是不是睡着了？是没睡着不知道，但不知道哪儿都呼噜声。报警！来，先过来坐。
先喝点水。我昨天一直敲你的门。我昨天加班，凌晨才回来，这不开了半天的锁都没有打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是不是你的前任又来纠缠你？没事没事，我男朋友呢可是柔道黑带，晚上我就叫他过来睡在我们客厅沙发上，镇镇宅。你一定不要害怕，你一害怕，对方就得逞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害怕本身更可怕的事情了。你这句话，以前也有人对我说过。眉头紧锁，埋头走路，一定是思考什么重要的问题。对不起，尚老师，翘课了。翘课不是什么重大的问题，只要理由正当就可以。我不想去学校。为什么？恨学校。我恨学校里的每一个人。如果因为某些人你就不去学校了，那你可亏大了，因为你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和生命。根本就不在意。我觉得人生已经失望透顶了。如果生命就是用来被人家折磨和践踏的，我宁可自己浪费。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年纪轻轻的就为赋新词强说愁。我并没有这么说，我恰恰觉得少年时候的愁才是这一生中最危险的愁，因为一旦失足，哪怕只是剑走偏锋，你的一生都不会改变的。您说人生本来就苦，还是只有上面苦？如果是别的老师，就会笃定地说这是青春期的困惑，可是您不是别的老师，所以您也不敢说长大了就不苦，对不对？你在某个当下会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死胡同里，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，但也许站得高一些，你会发现这些困境其实没什么大不了。当它不存在，闭着眼睛往前冲，也许就冲过去了。这么说，每个年龄阶段都有每个年龄阶段不同的烦恼和困惑。对，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烦恼。所以，你真的打算去学校吗？我想放空一下。今天周三，我希望
下周一定预热，等着看吧。好吧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下周一见。下周一见。谢谢你。